大家好，我叫 Jeff， 是 Python 大数据前瞻课程的讲师。我在维多利亚执教近20年，比较擅长数据仓库、Python 全栈编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 Python 外部开发方面的工作，在实践项目当中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呢，是一个 Python 的全栈课程，它分为很多个模块，包括了 Python 基础教育、Web 开发、维运 DevOps、网络爬虫、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大数据平台的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以及量化交易的模块。课程的特点是学以致用，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提取了零售业当中金融以及医疗电讯行业的一些真实项目，锻炼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实际的项目可以是找工作的经验，也可以是对目前工作当中的一些项目有帮助。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学习提升大家在职场中的竞争力。实践项目中的学习会取得相当于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们讲师会答疑解惑，互动督学，课后答疑，帮助解决同学们在学习中和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我们也会定期的做技术分享，更新不断日新月异发展的技术。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您有办法就是稍微再顺一点点。再顺一点啊。对。有些停顿都可以。因为你如果。刚才时间上是多。